们看第三题，它有部汽车哈，在笔直的公路上行驶，它的速度，哦，这速度哈，它跟时间的关系如这个图所示。试问哈，汽车在第一小题，零到五秒的平均加速度，哦，零到五秒的平均加速度，哦，零到五秒平均加速度。因为它做等加速运动的，就等于这一条线的斜率，哦，就是25减5，这速度变化，20啊除以5秒，所以5是20，4公尺每秒每秒。好，再我们看第二小题，它5到10秒的平均加速度，5到10秒的平均加速度哈。5到10秒，速度变化是0减25是负，哦，0啊减25是负25了，啊除以5秒，所以负25等于负5公尺每秒，每秒每秒。好，啊，再来我们看第三小题，0到5秒的位移啊，哦，啊就是那个 VT 图影像面积。哦，这个面积就是这个梯形的面积哈，加上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啊，好，位移零到十秒，好，这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，它再加这个三角形面积，好，这个三角形面积是底是无了哈。啊，高的话是25，哦，底乘高啊除以2，所以这样多少？这个是30，150啊加多少呢？这应该是125了，57，二分之275。第三小题，哎，不对，他是问呢零到五秒，不是零到十秒，他是问零到五秒。那零到五秒的话，就只有前面这一项梯形面积。那这样多少呢？那这约分这15，15乘以5的话是75了。哦，零到五秒呢是这个位移是75公尺。再看第四小题，零到十秒内是否做等加速运动？不是啦，哦，它那个加速度有两段不一样，第一段的话零到五秒的话是正的，第二段的话零到五秒，哎，五到十秒是负的，所以它不是等加速运动，所以这答案的话是不是的，所以这些就是答案。